小姐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刚才来的路上有点头晕，歇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还说没事？你看你脸色不好，从小就怕热，你肯定是中暑了。刘妈，哎，刘妈，给小姐熬一些凉茶解暑。不用不用了，哪那么娇气啊？哎，小姐，刘妈，来，还说没事，来，去我屋里躺会儿吧。上楼上歇会儿。谢谢。先坐下，把这衣服脱了吧。小姐，你先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要实在还不行，我去找医生给你看看。不用找大夫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要是有解暑药，吃一点可能就没事了。柳妈，家里有解暑的药吗？好像没有了，我到街口的药店去买点吧。好。盛君，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喝的那种十滴水吗？我记得那个，那我去买。小姐，你先在这休息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谢谢。刘妈，你在家里给小姐熬凉茶吧，我去买。好的，太太。